国足5-0大胜的马尔代夫，他们的国家足球场是什么样呢？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，因其优美而独特的自然环境，使其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。首都是马累，也位于岛上，土地资源十分稀缺，所以足球场就显得格外奢侈。这儿是雷斯米丹杜体育场，也是马尔代夫的国家足球场。从卫星图像来看，环境相当简陋，四周建筑也十分杂乱，丝毫没有印象里国家足球场高大上的样子。场内的座位也不多，只有一层，显然平时没有什么观众。草坪也差强人意，跟一般大学足球场差不多。看来足球这项运动在马尔代夫也并不怎么受到重视，国足此战取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